己的跑垒守备就会有压力。好，我们队是先持得点。好了跑了跑了跑了两球，黄慧玲得两分。对的跑垒，对的跑垒，哇，一直跑一直跑，这个内心面也乱成一锅粥啊！吴姐，来上班了，你们都一起来吗？还没，他们等一下才会来。等一下一起。惨败，无论棒球强项也没有啦，其实我们压力比较大，因为我们赢了第一个项目之后，大家会更新，我觉得他们会更放松一点，但我们这一队会比较紧绷一点。全部都听一下，你们攻击的时候跑垒要积极，但不要冲动。好，尤其是后面的人一定要注意前面的人没有跑。好，前面的没有跑，后面也不要跑，但要积极，积极的跑垒守备就会有压力。好，第一棒是这个卡进的哦，小陈很快哦，原来是三垒来的新装啊，三垒安打，要跑二垒，传二垒那边不行，要跑要跑本垒。指导教练叫三垒呢，壮壮啊，本垒没有啊，三垒指导教练就是壮壮。浅浅现在上来要喊一个暂停了吗？对，又是两出局之后失分了。来来来，梅西。子贤，因为你们现在球速都太慢，他的速度很快。刚才因为这个是女生在二垒，你们都没有注意。这个来三垒，我直接回来，我直接踩垒就到了。脑袋现在不清，你们要喊吗？好，你们要喊一喊。比赛要杀进到三局下半了，蓝队依旧挂着反攻的牌子，3-5，现在是两分落后。Go！ 这个半局呢，首名打者是第一棒的黄鸿轩。Go！黄鸿轩前面两次打击都造成了对方守备失误而上垒，不过他刚刚在守备方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。对啊，这下打得强，一垒那边 out， 哇，黄孙鸿真的 nice play。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了，三局下半，蓝队的进攻，打击轮到的是第二棒的陈宇。但是一出局垒上没有跑者，陈宇不要怕打，加油！万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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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宇要打左边还右边呢？哎呀，打出去就自动爆炸了，一打他这个大的医生心智不妙，还没有超过4-5的线呢。这对于蓝队的士气其实有很伤。他想来打一个短的哦，对，想要出其不意，对，准前面一步，准前面一步，加油的打击，第三棒也来一个短打，漂亮，对对对，好的，三局下半呐，蓝队是3-3没有得分，目前蓝队3-5两分落后，比赛要杀进五局的上半了，黄队的进攻，目前黄队依旧维持5-3两分的领先，不要给他们太多，这个半局呢，好不好？首名打者是快腿 Zeke。好，刚刚他差一点做假动作，吓一跳。好，因为裁判还没有喊 play ball 啊，所以不用紧张哦。因为只有一次打击机会了，有啦，要变他了，我们变他了，两位变了，抓不到啊！今天这个，收紧哦。五次打击，4支内安打，现在是一出局，2-3垒还有跑者，可以在原地。轮到打击是队伍状态，加油，加油，注意哦。这个飞球，哇！像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没有，他炸裂了，自己出局了。Two out， 陈宇跳，加油！因为每一季的五人制棒球都有看到把球打出全垒打墙之外，这一场比赛前面都没看到，果然还是出现了。两出局，2-3垒还是有跑者，重要的一次打击。两个跑者都回来，这两分非常巨大。你这个安打带有两分打点，加油！哇，这个补位不可以在这边看啦，因为他前黄队的领先已经来到了8-3了。8分里面有7分是两出局后拿的，哎，比赛要进入到的是五局下半了，也是蓝队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啊，目前是3-8，5分的落后。这个半局首名打者是第三棒的林嘉佑。
卷球接到陈一磊 safe 出现了内安打，有上的有机会啊！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自爆。要记得二垒可以丢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轮到的是 Lighty， 接他，直接被接上传一垒，到达了破垒，破垒，对吗？最后的双杀手被大破垒，下了两出局啦。靠近三，钱姐这时候会不会想说，真的好想赢韩国的，是想赢郭宏志，真的好想赢黄队。之前的打击机会，两出局之后的希望，追求直中墙也出局。无人制棒球赛没有射在墙上的直击全垒打墙也是一样要出局，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最后呢，黄队是8-3击败了蓝队。那看起来就是我们对于规则还是没有比他们清楚，就是说垒上该有什么人，我该怎么补位，完全没有。场地就这样，可是我只有5个人，所以我每一个人都要随时去移动。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不好，可是没关系，因为之后我们还有乐乐棒，还有主垒球也是关系到这个，就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快速整合好了。对，那我们还在就场上还没有一个 leader， 或者是没有一个头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看到那个整合的一个力量。不过没关系，那个慢慢就会有。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团队中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。对，李姐。来上班了，你们都一起来吗？还没，他们等一下才会来。等一下一起。哎呦，我刚才遇到国哥，国哥就很骄傲，很嚣张，是不是？把他推倒。对。我可能推不太动。郭哥，这是你的克星。你看他觉得很爽，没关系，我先让他高兴个几周。对。你主观也别这样。我好像不需要教他们这么多，就交给你了。怎么了？你很有那个啊。位置，这个位置让给你坐，你才是真的红队的学姐。哎，对，红队学姐，我们只有一个。国哥。对啊，国哥，放软一点呐。帮哪队加油？帮你加油。你好，坐在你这边。陈姐。